国立台湾大学综合类杰出校友，国际工程界标杆陈嘉正。陈嘉正博士197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，随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，1975年获土力学工程博士，为知名工程专家，享誉国际工程业界。陈博士现任国际著名英商奥雅纳工程顾问信托基金董事会主席，该集团目前在5大洲34个国家设有87间分公司，拥有逾14000名规划、设计和工程顾问专业人员。大三的时候，我有幸遇上刚从英国回来的洪如江老师，感谢这位恩师他的启蒙跟推荐，让我在台大毕业以后有机会到剑桥大学去深造。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，陈博士随即加盟奥雅纳伦敦总部，1979年调回香港。作为奥雅纳首位华人董事，陈博士带领公司缔造了诸多工程传奇，推动亚太城市的发展。我希望我工作的成果能够对环境、对社会带来积极的贡献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要达到所谓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的意思。2006年，陈博士因其卓越的工程成就及对社会的贡献，被香港特区政府任命为太平绅士。2012年，再获颁专门授予长期服务社会并有杰出表现人士的童子金勋章。同年更获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，是该院极少数的华裔院士之一。我这次当选台大杰出校友，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。我以侨生的身份从台大毕业，一直以来在英国、在香港其他的地方工作，我想这份荣誉是对侨生校友在海外努力的一个肯定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。2014年，香港工程师学会以学会最高荣誉大奖殊荣，表扬陈博士在工程专业的杰出成就与功绩。台大的毕业生都是很优秀的，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才。我鼓励台大的学弟学妹们多找机会到海外去工作、去经历，你们的成功会进一步提升台大在国际的地位。陈嘉正博士热心公益、无私奉献，不仅积极为台大校友拓展海外事务，在社会各领域任职服务，贡献卓著，以坚持工程伦理、坚守专业道德的精神，成就了工程界之标杆楷模。